不然容易遇到人工。特别不容易，我给你们降，然后你们过外层那个墙，然后直接从外层那边。要不直接绕过去嘛？那边过去可能蹦蹦，其实有点不太想开蹦蹦。走吧，他走吧，绕没了。再来一辆蹦蹦，要不要？我操！我队友，我队友，他人多吗？可以停车场，有小红在追我，来一个人，来一个人，马上撞他！看好，看好，你把他勾引过来。切位打我，他切位打我。谁会打你吗？看好，看好，他还扫你，我就打，遇到他。来，倒了，开始。打残了，打残了，被俘，被俘。我去拉枪线，我去拉枪线，我去拉枪线，你们救。我有在脸上，我脸上有一个。啊？右边坡，红轿车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停了。停了，停了，小心他打你们。那这个我们丢雷。我们得撤。得撤，我打完药。我可以秒他，我可以秒他，等会我可以秒他。前方有威胁。两枪，三三你打，完了打他，你打残了，你打背身，好，漂亮，那能打倒我吗？我不好看到他，越走，越独立，干他，我快补，两分，不是两分，不是两分，记错了，不好意思。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人吗？他吹啊，对，今天是，我们今天这个。我去，这怎么还有危险？他们的，他跑了，第一个，他跑了是吧？跑了，走。那他吉普我不卸了，别卸，我要吉普，我要。别卸了，别卸，拿红车，大雨伞。我来舔包。哇，这红车舒服。走，我们去接盘，我们去过花园。其实我也想开，但是想想算了。要不然前面两层楼，前方有危险。对，两层楼我去，两层楼。有人，刚刚是有人的，帮我架一下。没有，假设过远，假设过远，架一下。残血一个，大厅还是？我的小房，你的大厅。二楼吗？你看我的小房，你的大厅。二楼大厅。好了。好了是吧？哎，我快惨了，等一下，跑不死了。下去。倒了。能补吗？我试试看，你给我封烟。往左边缺口封个烟。左边屁股是哪？左边缺口，要封个烟。我就给他灌雷。我不知道你说的哪。我自己封吧。楼顶有一个，你自己封。我保车，自己操作。我帮你架不了，人有点多，楼顶有一个。哦，就这个缺口，我刚看不到。啊，们前面打了吧，他们前面帮不到他。我过来跟你，等会儿我上二楼。他下去救了，他救了。好，再看。上面两个，下面两个。那、啊、我们不好过去这个地方。下面在哪里？别打，他也过不来。病房有吗？没。哎，我刚看。把雷都救完了。算了，我们就控外面吧。我刚看山洞是没人的，虽然不错，感觉。我们这辗转腾挪，看到。你们听到你们那边？山上厕所那一条路去人了，有车。OK， 那不用管。OK。但这个地方只能放你一个，他们那边是重房的。对你去炮楼吧，哦，炮楼有人了是吧？掉一个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坦坡都要来，要贴电塔，注意打靶。你们打靶的时候注意。没扫。他们不打。前方有危险。还有学生，电塔，上厕所了。我关雷。哎，这里不是圈。前方有危险。死了是吧？没死。没有。补的。四哥。大死。
两个。支持，独立支持。独立哪里的？标记了击败敌人的箱子。这里，这里的。我们在哪里边的？我上面下来。那里全倒了，那里全倒了，那里全倒了。哦，行行。我们在往右边贴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对，对，往右边贴，他就撞厕所，他就撞厕所了。撞厕所去了，老干爹。不是老干爹，不是。我打老干爹十个月。OK。我们去南点。去南点，封烟去。你们封烟，你们封烟，我跟。小鱼出烟，我们就拿车走了。好。左边还有人，左边是谁来着？我要来进。那地塌，地塌，地塌，地塌。我就开车过去了。准备烟吗？烟我封好了。来，闪兵，闪兵。我三甲，快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对吧？进进进进。快上我车，上我车。Go go go！ 往哪去啊？哎，我的这空，我的空到这边去。这个，来下下，左边厕所。你先在烟里趴一下吧。OK。前方有危险。你右边的，我顶右边的。来，先别撞，先别撞。我俩人过来。二十多米，十多米。你们上面的看我。能回来接我一下吗？我来接，我来接，我先丢雷，闪兵。我这有烟，我这有烟，等回来接我。接不了你。哎，我被打倒了。我们怎么两队啊？你去开车救救三三。三鱼，你先接闪兵，我先接闪兵。你救我。别撞我，别撞我。完了，谁接他，谁接他，然后再我再救。我靠！我被打了，左边怎么这么乱？左边是低沙跟魔仙堡，封烟可以，封烟可以，封烟可以。左边是低沙跟魔仙堡两个队，力量能给我封烟吗？救完直接上车，直接救完直接上车，行不行 ？OK。救不了，救不了，别走，别走，你们直接来另阿子，直接来另阿子。我这边好，右边有人。等会，全封烟了。你那是那车，你那是石头镇，前方有危险吗？救不了，救不了，救不了。哎呀，哎，都银河战舰这时候也要选择去搞一个位置来占据了。再等嘛，他毕竟处于窄边，不用很着急。反而呢，你看天霸也很舒服，从一线天控制着东北的区域，一路往前推，啊，高推低优势很明显。老干爹，隐身了这么久还是出来了，但最后没想到一出来就是结局，还没开始。就已经结束了。对，这边又是镜头给到了我们整体的一个上帝视角啊！银河战舰这边四个人已经进圈了，在他左侧是 DS 啊，再对过去的话，这边是我们的一个魔仙堡。嗯，那好像银河战舰的他的选择是也要先抢高点啊，看来大家对这个高点势在必得。银河战舰现在编制还不错，而魔仙堡呢有一个厕所，毕竟还有一些掩体的优势。能够利用这些优势不断对周围的队伍输出，这其实是很安逸的一件事情，能够在这么乱的一个圈型的情况下还有个这么好的位置。对，重点就是他这个厕所他是可以躲子弹啊，这时候就可以说你看我想打的时候我就出来打几发，不想打的时候我就进厕所里面啊打点药。你看伞兵这时候也是逮住了阿兰，应该想要抛雷了。这一局很有可能是魔仙堡银河战舰的一个大战，而魔仙堡呢它的优势会更明显一些，也就是说它拿到蛋糕的概率我觉得跟银河战舰相比应该是6-4，魔仙堡占6，银河战舰4。我觉得魔仙堡这边已经来到8了，我觉得现在目前吃到蛋糕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厕所这边整体的一个掩体啊，你看这很宽很大很长啊。现在如果想要扳回劣势得看董来顺，董来顺什么时候出手。好，闪兵被打掉，鲨鱼也无了，对，这两个选手都没到符的。但是背身似乎董来顺组合来了，
你看，我就说了，要么不出手，一出手便在决赛圈。但是董兰胜这时候是不是有点晚了？没准能把三只给带走。嗯，董兰胜出手晚了，他出手早一点呢，很有可能魔仙堡呢会处在一个被包夹。但这个因为他一直封的烟，他拿不到圈内的一个信息，只能通过枪声来判断。对这个圈型呢，还是给到了魔仙堡的脸上。天霸还活着一名独狼，三只的几个手雷位置都还不错。有了，先放倒了董来顺，居敏也放倒了阿顺，是也是解决掉了靓仔。那最后的话就是魔仙堡加董来顺的两个 PK 了，已经锁定位置了。哎呦，这边其实已经挺难的了，毕竟原点的话董来顺这边已经倒下了，近点的话这边四月的话你看想扶人是比较难的。战舰吃一局，魔仙堡吃一局，大家